凡缴获白莲花首级者，赏大洋2000元。大白，他是什么人呢？他呀，是山上的这个。哦，是土匪。财主们才叫他土匪呢。大家我得听着，高老太爷要讲话了，送信。我们穷苦人过不下去了，都找他。大妈，你认识他？他们这伙人呐，来无影去无踪啊。乡亲们，最近又有一股土匪窜入我们这一带，这伙土匪就是共产党为首的叫肖烈，哪位乡友要是发现了他，火速禀报，必有重赏。凡有知匪不报，或暗通消息者，哼，这就是榜样。镇定，镇定。是你呀，我还以为是共匪了。高景炫，没料到吧，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。白司令，我哪敢呢、啊、您是要钱呢、啊、还是要枪啊？我要你的脑袋做马料。哼，大胆女贼，你要是胆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儿子高占奎回来定杀你个片甲不留。还是乖乖去投奔他，一块去打共产党。放了我，放了我。哎啊，爹呀，娘啊，今天女儿我为二老报仇了。马叔，那些壮丁怎么办？院留下的就算是我们的人了。打开粮仓，召集老百姓。是。嗯，这一枪是你打的？马叔，掌钱。啊，我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算不了什么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哎，我也是来找高俊轩算账的。哦，请教尊姓大名。你呢？连我你都不知道。给，拿去开开眼界。凡取肖烈首级者，赏大洋3000元。咦，哼，这个姓肖的比我还多值1000块呢。发现高占奎的人马，叫弟兄们撤！弟兄们撤！走！哼，让高占奎给他老子收尸吧！嗨，好汉，你是哪个山头的？哪个山头也不是。走遍天下，没见过你这样的男子汉。
好吧，后会有期。团长，团长，哎，团长，团长，嗯，新派来的政委到了。欢迎你啊，政委。啊，是你？是我。啊，这是介绍信。啊，哎，辎重呢？我骑马抄的近路，辎重估计中午可以到达。哦，先喝碗水吧。前年，你这个肃反特派员要枪毙我的情景，还记得吧？老肖，卷支烟吧。好。那天晚上，我临死前想抽支烟，你都不准呐。别说了，只要一想起那些被冤枉的同志，我心里就……我习惯偏左。个人的教训是沉痛的。这次来四团，我要好好干一场。往后，请多帮助。好，我总是合作的。走吧，争取白莲花。我给市里的报告看到了吧？看到了。争取白莲花可以牵制打击高占奎，这对粉碎敌人的围剿和接应中央红军那是十分有利的。可是这是个土匪呀。那国民党叫我们什么？他们和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毕竟是两回事嘛，所以要收编他，改造他嘛。收编这伙人会给我们部队带来多少麻烦呢？怕麻烦要我们干什么？好了，咱们俩暂时休战吧。我看先让他们接触一下再说。试一下我不反对，不过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啊。团长，团长，政委，不好了，我们的粮草弹药被一股来路不明的人抢走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团长，那些狗娘养的说这是他们给的收条。白莲花，干得漂亮！柳飞，有追兵吗？等了半天没赶来，我们就撤了。原来他们也怕我们呢。要是他们的长官见到我给他们留的收条，莲花，嗯，这股红军来路虽然不明，可是没惹我们，水不犯河水。还是把东西还给他们吧。还给他们？哼，这片山头就是玉皇大帝来了，我也是司令。唉，听说红军打仗向来是神出鬼没，恐怕……我倒是想见识见识那个姓萧的，高敬轩出他的价比我还高。哼，哎，那天救过我的那家伙怎么还没消息？哼，姓甚名谁，哪路杆子都不知道，上哪儿打？